在是我们圣餐的环节，请大家现在拿出你们事先预备好的饼杯，并且安静我们的心，由泽奇长老一起来带领我们领受。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我们的教会欢迎所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今天的世界非常不平安，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公司，今天的企业，今天的业务，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就为我们道成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付出了这一个代价，让我们有平安。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晚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这个时候请同工来把这个圣餐派给弟兄姐妹，同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默祷，让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主的面前，请求他是恩典赦免我们的罪。重破狂风巨浪，
情，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去愿为我预备地方，主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到那去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众生徒同济在明亮生心，歌颂赞美主大恩，大人慈善良的爱，令我终不辜负巨恩，犹如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一起来唱好吗？我们拿起我们的饼，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道成肉身，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来领你的身体。主，你也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主，这个世界太过混乱，人的身体已经受到很多的创伤，无论是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主，我们的身体上的都有很多 的痛苦，很多的、需要你医治的地方。所以主，我们这个时候宣告你医治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刻，在我们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得以医治。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屡次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倒去做，你都是还是那样的赦免我们。我们多处得罪你，你还是对我们说我宽恕。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们重新得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带有满感恩的心来继续的敬拜他。我们这个时候请李牧师来给我们正道。本周正道经文：诗篇80:1-7和合本。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阿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以赛亚书64:1-9和合本。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马可福音13:24-37和合本。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哥林多前书1:3-9和合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我们在北京直播，也问候温哥华的弟兄姊妹，也问候在北京各处，跟那个在上海、在杭州、在各地的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我的讲题是基督再临时，基督再临时。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金课讲道是第三年了啊，每三年一轮哦，这第三年。那我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被称为是叫金课讲道啊，我们是第一个主日，也就是说这一年度整个一年教会年历的第一天，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上个礼拜天大家还记得吗？是整个的教会年历的最后一天，我们称之为叫基督君王日，对不对？那今天这个主日呢，就是第一天，被称为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但是在这个用词上面有一些争议，到底是降临期还是降临期？是将要来临呢，还是降临了？这两个词是很有争议的。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就比较容易一点，叫 advent。啊，这个词是从 Adventus 这个拉丁文来的，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就是 coming arrival， 就基督来了，基督要来了。所以呢，有的人认为就我们可能用将要来临可能更适合一点，但是其实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是可以互用的，因为降临跟将临有一点点的区别在哪里呢？因为 advent 这个词本身是从那个希腊文 parousia 这个词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专门指基督第二次降临。哎，对了，对哦，对，就这个词 adventus 是拉丁文，但是 parousia 这个词每一次在圣经里面用到 parousia 这个词，就是指基督再来。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以后他来的时候 parousia 啊 parousia。 然后呢，在那个最用的多的这个词在新约里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第二章第四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岂不是我们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将来的时候啊，在你们面前，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三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来的时候，将要来的时候，哈罗西亚。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在这里说，弟兄们，保罗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降临，所以呢，和本圣经用降临，降临，但是呢，它指的是耶稣将来要降临的事情。所以你说到底用将要来的，还是用降临？可圈可点吧，可圈的。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这个期间，我们这个整个的期，我们连续这四周，我们被称为是基督降临期，或者教会年历的降临期是什么呢？我们不单单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2000年前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更用我们期待的心等候他第二次再来。所以呢，这个 advent 也被称为是什么？降临，或者说等候期，或者是那个期待期，都甚至可以这样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按照西方教会的这个传统，拉丁教会的这个传统，这个四周呢我们一般在教会就会预备四个蜡烛啊，四个蜡烛。按照瑞典的传统呢，我们是挑白色的蜡烛，如果你去德国你会看到不一样，可能有三支紫色蜡烛，一支白色蜡烛，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统。那么呢，通常呢，这第一个礼拜天呢，那牧师就会在教会点上第一支蜡烛，今天我也点上第一支蜡烛。然后呢，其实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在很多很多在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里面，如果你家里面有蜡烛的话呢，你也会这么做。所以我相信维尼就会在瑞典现在点上第一支蜡烛啊，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增加一支蜡烛啊，只等到最后一个礼拜天，什么就是马上基督就来了啊，因为什么？
要圣诞节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点上第一支蜡烛。谢谢，这个火柴很好。我记得上一年度我点的时候很费劲，而且好像点着差点没点亮，那件事情就比较大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点上了第一支蜡烛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希望，看到亮光。因为基督来是给到我们亮光，基督来是要给到我们希望，基督来让我们。在这个刚刚长老所说，这个世界很不平安，这个社会很不平安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平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刚刚念的是四段经文啊，是我们今课讲到给到的题，给到的经文。那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四段经文，你能够看到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你能够看到一个最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是，基督耶稣的显现和降临。就是上帝国度的到来，基督他出现的时候，他是显明了上帝的国度，并且把上帝的国度带入人类的历史。所以今天，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又当如何来等候基督的再临呢？那通过这些经文，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基督耶稣降临，再度降临的证照是什么？就当上帝的国度透过耶稣基督的显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看到有哪些证照，或者你看到哪些特别的现象，你看到哪些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呢？或者哪些特别的预兆呢？在这里面，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我选起了24到27节，他说，在那些日子。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到人子有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起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上帝国度的降临跟基督耶稣的再来好像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无论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的传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看以色列人的或者犹太教的传统，基督的降临或者弥赛亚的降临，救主的降临，就是意味着什么？天国的降临。所以基督的来临或者基督的再来跟天国的显现跟天国进入人类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在这里面你看到人子，当这个词在旧约出现的时候，每一次它指向的就是什么？那个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啊？就是救主。在新约当中呢，弥赛亚这个词希伯来文就变成了希腊文，就基督。所以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在这里面你看到人子弥赛亚，或者基督教我们所说的基督耶稣，他将临是把上帝的国度从天上带到我们中间。那些日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末世论的用语，乃是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开始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在这里说天要被黑，月亮要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然后呢你会看到人子降临。在这里面我们传统解释会把它说成是一个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说这段时间地震特别多，10月9号这一天，冰岛这一天的时间发生了1400次四级左右的地震，蛮怕人的，1400次一天。第二天发生了11月10号发生了800次地震。我本来还想去那里看一看，旅游一下，坐飞机经过一下，停一停。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不敢，再好玩我也不要去啊！太怕人了。但是在这里面，这种解释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现在应该根据旧约的解释，旧约学者的一些认为，他们认为当时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引用以赛亚书，实际上有一些特别的背景，在以赛亚书第13章10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以赛亚书13章。
以赛亚书34章说，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你去冰岛看看，就是那样，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那时，以赛亚书24章，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见惭愧，因为万军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那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以西结书32章，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灰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星光都是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在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有些旧约学者认为，这几节经文，这些经文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的背景，就是在当年以赛亚书写作的后期，就是第二以赛亚或者第三以赛亚的时候，是在被掳巴比伦了。所以它是描写一个耶和华亚威，以色列的上帝，独一的上帝，跟那些巴比伦的假神之间的战争。所以在因为巴比伦的敬拜是有一种偶像的敬拜，他们认为天上的星星、天上的太阳、这些月亮都是什么神明，所以在天上要打仗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打仗的时候，所以天上的星也要被遮住了，那个月亮也被蒙羞了，太阳也不能够发光了。实际上是什么？是灵界耶和华跟假神打仗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他们有些学者认为这不一定直到日最后的时候，通常我们解释就末后的时候有大大大的这个好像天体什么掉下来了或怎么样。那我想这些解释也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将来的事情还不知道，还没有发生。我不反对旧约学者的观点，认为啊巴比伦的啊这些描述，但是将来的事情还没发生。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看来，将来可怕的事情越来越可能发生了。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什么啊人为的，很多事情就是人为的。所以今天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已经不敢在那里吃海鲜了。因为有人说这个日本的那个海鲜已经游到了这个海，这个什么龙虾已经游啊，没有龙虾了，反正什么海里的东西都已经游到了这个温哥华海域了。所以有个弟兄请我吃饭的时候就不点海鲜，他什么都点就不点海鲜。我说你认为你自己能够逃得过吗？我说当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逃得过。当最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不管你是总统还是一个什么最最普通的一个小弟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免，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如果我们不高举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我小结一下的话，你会看到当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是由第一个是由弥赛亚基督他带入人类历史的。然后呢，你又可以看到是上帝惩罚一切假神的时候。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假神呢？今天的假神可能不是一个什么雕出来的偶像，可能是什么你心中的偶像。所以当你心中的偶像在那个时候都要面对惩罚，都要被惩罚。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上帝面前受到惩罚。所以在这里面，而且我也坚信自然界也会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我没有时间了，但是24章在我列了一下，我差不多看到6种大的征兆要发现。第一个有假基督、敌基督的兴起。第二个你会看到有打仗或者打仗的风声，现在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越来越多。我感谢上帝，我说刚刚巴以之间或者哈马斯跟以色列达成了什么一个礼拜的停火协议，现在昨天又开始打了，又开始打了，打得一塌糊涂啊，又重新要打了啊。然后呢，你会看到有饥荒、有地震、有各样灾害。刚刚我说了，冰岛居然一天里面可以发生1400次的地震，还好是4级左右。如果是6级、7级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啊。然后基督徒会受各种逼迫，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总共离开了你们6周，
有六个礼拜不在北京讲道。那第一周我就到了洛杉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机会开一个中国基督教高等神学研究院的一个筹建的会议，第一次的会议我们在洛杉矶开，全世界差不多将近18个 PhD 以上的中国大，全部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有这样的背景的学者，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商量可以建立一个更高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一起推动通过神学教育，通过神学研究来推动教会健康发展的一个运动。那学者们一致认同我们要 发起这个运动，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 有些事情你知道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魔鬼的，有魔鬼就有什么，就有上帝。为什么？辩证法嘛，马克思主义嘛，辩证法嘛的啊。有，那我们第一个晚上，我们第一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招待我们就是当地在洛杉矶替我们就是整个操盘的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他的家就被抢了，损失惨重无比啊！这些人都是你认识的，你们都认识的 ，Jennifer， 你们都很熟的，我不告诉你们是谁，免得那个我这个弟兄在看我直播就伤他心不好，损失七位数以上，你知道吗？USD 啊，我告诉你，那天还是我们想了半天，我们就没想到到底怎么回事。我因为我一下飞机，他接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听说洛杉矶不太安全啊。他说很安全啊，他说这共产党宣传的，他说没事啊，他说我在美国生活那么久，从来没有被抢过，被那个我说不是零元购，还有黑人的吧，跑到什么哪里去买了，抢了1000块不付钱都不报警啊，他没事，很安全啊。结果我告诉你，我们开高研院的第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在想到底是谁干的，你知道？哎，他说是不是因为因为我住在他家里嘛？那天呢，两天的会我们就住酒店去，是不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拖着行李被人看到了？结果那天晚上，当天晚上就破门而入，而且呢，这个贼不是一般的贼，好像进去很多人，是从我住的那个房间的窗户里面进去的，因为他安排我住在他儿子那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呢就留了一个窗，因为给我通气嘛，透气嘛。结果我一想，我在酒店里面刚刚开完会累得不得了，他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牧师不行了，这个出大事了，我家里被通全部弄空掉了，他说啊。然后呢我想糟糕，因为什么呢，我去开会呢，我的大箱子就放在那个房间里面，大箱子呢打开着，然后呢里面有那么厚一叠现金，那么厚一叠现金，还加上我的护照跟所有我的银行卡、信用卡，瑞典的、芬兰的、中国的，那都在里面。我想糟糕，我说神啊，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我回不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我去不了温哥华了，因为我马上开完这个会，马上飞温哥华。那第二，我也回不了北京了，也没有护照了，怎么办呢？哎呀！不感谢，不知道是应不应该感谢上帝啊？虽然他损失惨重，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看来还是那个贼啊，强盗还能够闻得出谁是牧师，谁这个牧师的箱子他什么都没动。因为什么？你看我整个箱子打开着，你知道吗？这么厚一叠的东西全部就放在那个衣服旁边放着。哎呀，真是！我告诉你。现在很危险的，这个弟兄我后来第二次又去，因为我要见白欧拉的校长，我就到了温哥华之后又回去，要去的时候他接我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他说他去报警碰到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华人，脸被打开啊，脸被打开，他现在他们上门抢啊，他说牧师还好那天晚上他们上来抢的时候我们都不在，我们在的话可能我现在脸也会打开啊。他说去到那里就是去那个华人就报警，打电话给警察说那个强盗冲进来抢我东西，警察的第一句话，他们还在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末世啊！末世是什么？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现在是不是治安越来越糟糕啊？
现在是不是这个全世界越来越那个？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就没事了，你不要以为把他们送到加拿大去没事了。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在西方基督徒受逼迫和厉害。我告诉你，这里我看了一个证照，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受各种逼迫。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温哥华那么难找地方？我跑到剧院，我看中一个剧院，我再发给长老看，我这个地方多好，600个位置，让我们想起二十一世纪，对不对？我说二十一世纪在温哥华了，结果他们不租给我们。我以为他礼拜天早晨他没有什么活动了，他就是现在他们好像对教会是有一种抗拒，一种排斥，很严重的排斥，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最后一个征兆，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征兆，就是福音要传遍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跟你讲什么？你不要只看你自己的困难。做基督徒啊，如果你把你的焦点永远放在你自己身上，放在你的一亩三分地，放在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永远会得，你会得忧郁症的，你会得这个自闭症的，你会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你要看到你基督快来了，你要看到上帝给到你这个福音大使命，福音要传遍这个天下，基督就再来了。你发现没有，我的精神特别好。我这两天每天在祷，这个很辛苦的，这个很辛苦的。对，但是为什么？当你看到你在这个福音大使命上有份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你的精神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神就让我们看到。但是呢，你也不要忘记，有很多人就在这个末世，有很多的人要冒基督的名，有低基督，有假基督，有假先知，有各种各样的迷惑人的东西来了。今天全世界福音最兴旺的地方，常常就是什么？那些邪恶的，那些异教的，那些装扮成光明天使的，这些东西会来影响我们，会挑战我们，会要去搅扰我们。我回来的时候经过那个韩国，转飞机待了30多个小时啊。韩国的教会感谢上帝很兴旺，对不对？到现在还是，虽然很多很多问题，但是还是很兴旺。但是呢，他们也那些牧师就跟我讲，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异端邪说在韩国是非常鼎盛的，甚至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我们中国，影响到中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征兆，看到这些假基督敌基督的兴起，马太福音24章主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的时候，你们就应该知道什么？基督近了，你们就知道神快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一些征兆，一些现象，一些预兆。第二个，刚刚的这段经文当中，这几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以赛亚书64章，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子民他们对上帝国度来临的盼望。以赛亚书在这里面整个这9节经文你可以分成4点来看。第一个是先知的呼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浇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在这里面这个山特指那个西乃山，因为在西乃山上摩西遇到耶和华神，所以当耶和华裂天而降的时候，摩西甚至不敢看到他，只能够以背对着上帝，对不对？然后那个裂柴干柴都烧起来了。这里面就让我们特别看到一个历史事件，就出埃及记，就出埃及。因为出埃及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美地的前奏，这就是耶和华裂天而降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世界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做了那么久，你想来想去，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最最珍贵的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工作职业？是不是你的家庭事业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发现没有，当你把焦点放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很 disturbing，
这个世界是非常搅扰的，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这个世界是有各种各样的灾难的，而且好像困难是越来越多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要忘记，基督来就让你看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为奴啊。有没有买过房子？有没有贷过款？有没有借过钱？有没有各种的重担？这些都是告诉你，你我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是在为奴之地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什么？为奴啊。所以耶和华要裂天而降，要拯救他们的。我最喜欢这句话，就有一天耶和华要裂天而降，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列王记那个西西家王的时代。当这个西西家王被那个希大基利亚述帝国包围的时候，他们因为整个只剩下耶路撒冷的一个孤城了，所以当希大基利站在这个山上看着那个西西家王，就像笼中的鸟啊。然后就说，我没打吗？你跟我打，你有多少兵出来跟我打？你如果有本事，你这个我给你2000匹马。这个希纳基利就说，看你这边你有骑的人有没有啊。但是呢，就在那天晚上，圣经说耶和华裂天而降，亚述帝国186000还是184000我忘记了的士兵全部死光了。后来历史上有考古学证学家发现，在那个时代可能发生了一场特别的鼠疫，所以希纳基里就兵败如山倒。当他回到亚述的时候，他被儿子杀死篡位，结果这个国家亚述帝国就此消亡，就此灭亡，就此后来被巴比伦并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会裂天而降，在末日的时候他还是要裂天而降。所以先知就呼求啊，然后就这么回忆，进入到回忆的那个阶段，第三节他说，你曾行我们不能够捏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为有什么神为你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然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然后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原来虽然上帝耶和华不断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行使各样的神迹奇事跟拯救的臂膀，但是你发现没有，以色列人悖逆，以色列人直到今天还悖逆，以色列人直到今天还滥杀无辜，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接受耶稣基督，以色列人今天还在迷惑世界，现在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只要你敢跟以色列人说叫板，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你就成为反犹主义者，他们就集合各种的势力来绞杀你。我跟你说，同性恋运动 LGBTQ 最后背后的推手就是那帮犹太财团。今天全世界的媒体，特别是西方的媒体，极大多数最最重要的媒体都在犹太人的控制当中，他们要你相信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叫你相信所有的东西除了上帝之外，他们要你相信任何事情除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外，是不是？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很奇怪，还只要以色列人的事情，哎呀，只要以色列都很阿们，都很支持。我觉得这些神学是非常有问题的，非常有问题，包括很多教会，包括很多的牧师啊。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第三个，第六节到第七节，认罪，我们都不像洁净，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我们都要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把风把我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当以色列人不断被你 这些历史、啊、你 就要回想，当上帝把他们带出了西南这个西乃山，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国家，成立了自己的民族。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悖逆上帝，他们就离弃真神。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不断的有什么拜偶像的群体性的运动出来，以至于上帝最后让他们什么，首先让亚述帝国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了，然后又有什么
巴比伦兴起，把南国也灭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掳巴比伦。而这段经文就恰恰是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他们开始反省，他们反省原来就想到了耶和华在历史上给到他们的机会，但是他们现在明白了，主啊，你看我这个不洁净的人啊，你看我的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啊，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这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了。第四个就是再呼求，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什么？你是那个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请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看到没有？所以整个以赛亚书的第64章，它是一个呼求，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呼求，然后呢，他就回忆他们在历史上上帝怎么样伸出大能的膀臂去拯救他们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到，原来我是如此的污秽，认罪了。这个时候再次呼求神啊，求你拯救我。你就看到在这个历史上，上帝国度的显现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呼求是有关系的。上帝的子民对上帝本身的渴慕，或者我们今天对基督耶稣的渴慕跟基督耶稣的显现是有关系的，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对应的关系。如果你不渴慕上帝，他不拯救你啊！你如果不来到他面前去认罪悔改的话，他不向你显现的。所以在这里面，无论是出埃及的故事，他所显明的上帝的拯救，还是被掳时犹太百姓呼吁上帝复兴，他们成为一个悔改的群体，还是最后上期待上帝早日的临到，能够进入到他们子民当中。在这里面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盼望的救恩，他们盼望救恩可以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可以实现。现在我要稍微讲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议题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那个哈马斯跟那个以色列的事情又打了，又重新打起来了。我在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出声，我就一直看那个，特别是在北美啊，你看一下叫北美福音派一边倒支持以色列哦。那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在，你觉得他会支持以色列人这么做吗？毫无疑问耶稣一定会反对用哈马斯这种恐怖手段，毫无疑问。但是耶稣他会支持以色列的这些政府的这种政治的手段，或者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吗？你不要忘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最痛恨的是谁？以色列人，犹太人。耶稣最最指责的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而被他是被谁钉死的？最直接的还是犹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就想的一个事情，第一个你发现没有，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站立场，我们非常喜欢站立场。哎呀，只要发生这些事情中呢，我们就一边倒的什么站在某一个立场上，而且我们非常强硬的认为我们自己的观点或者我们站的立场就是什么对的，而且我们还要把耶稣基督拉来也支持我，把上帝也拉来支持我，上帝才跟我好呢，你知道吗？我是他哥们儿，耶稣才爱我呢，对不对？他支持我啊。所以呢，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多时候在想，任何杀戮，任何流无辜人的血的事情，都是耶稣基督最最愤怒的，也是我们的上主，我们的神他所恨恶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而且神是什么？公义的。所以今天你只要从一个公义的角度再去看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你会看到不同的 picture。 所以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随便马上站立场。哎呀，马上又要选了，24年又要选了，你是支持陈水扁还是马不是那个谁
啊，那个对啊，你是这次是蓝营还是绿营啊？啊，你要看，然后美国马上又选了，那台湾是明年几月份啊？明年一月份，台湾美国是明年这个也很快了，对不对？啊，还有多没有多少个月？创两个八旬高龄的老人家又要出来选了，哈哈哈哈，肯定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嘛当选嘛，所以他们80多还能做总统，我们中国大有盼望，我们习主席才70岁啊，很年轻，小年轻啊，他可以大有可为啊，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如何站立场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所站的立场就一定代表真理。很多人你只要切身的想一想，如果耶稣在，他会做什么？如果耶稣就在那里，他会做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个的，他就会冲到加沙，看到那些医院里那些病，就是被打伤、被受伤的那些人，他恨不得把他自己的身体覆盖在这些伤的人的身上，去医治他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第二个，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我们可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以色列人是曾经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你不要忘记，就像我刚刚说的，被称为悖逆之家的，恰恰是这个民族。恰恰是这个民族，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思考第三个，就是我们福音派、基要派，特别是很多灵背景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以色列人的坚定的支持者，可能我们面对一个解经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错误，就是我们把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跟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把它什么结合起来，我们认为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就是圣经里面先知预言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的预言应验了。我认为这个解读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解读最最昌盛的时候是60年代达拉斯学派的那一批人以时代论的基础来解读整个的这个预言，但这个预言是有一些最关键性的错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先知以西结的预言，还是后来但以理的预言，他每一次说到以色列人的复国或者回归，他都是跟属灵的复兴连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圣墙，是因为什么？百姓首先悔改了，他们悔改在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们悔改在上帝面前，他们认识到自己流离失所，灵性破碎，生命完全是需要上帝重新的医治。当他们匍匐在耶和华上帝神的面前呼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们，神就甚至兴起他们的敌人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回归。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今天的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嚣张的叫嚣耶稣基督再来的话，我们还是要钉死他。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小心。如果你看以西结书39章25节，以西结先知预言说，他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看到没有？他说为我的圣名发热心，有吗？没有看到。所以今天1948年的复活，在我看来，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它并非是一个宗教的信仰的属灵的复兴，它不是，它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 naive 的，我们很 naive 的就认为这是，哎呀，圣经的预言就实现了，圣经的预言又实现。我想可能这是一个错误的解读。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把政治、把社会的政治、世界的政治，把它就用属灵的眼光去解释它，未必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最后，讲到就是不单单旧约的子民，新约的子民对上帝国度的盼望，
就基督耶稣再度降临，教会是盼望着基督再临的时候带入上帝的国度。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新约中上帝的子民当如何等候上帝国度的降临呢？第一个让我看到是在感恩中，在感恩中去等候上帝的国度的降临。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各样的恩惠。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你们各种的恩惠。我要常常你们要你们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感恩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日子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恩啊，没有为我们已经有的生命感恩，没有为我们已经有的平安感恩。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平安？我有时候真是心里面难过，我不知道这些在以色列真的发生的两边的屠杀，这些受到的伤害的家庭，他们的日子是怎么样过下去的。我很多时候在想，那些黑寡妇她是凭什么有什么样的勇气拿着导弹要出来，要去跟那些军队去对抗？为什么她敢出来？因为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的兄弟被打死了，她的丈夫被打死了，她的孩子被打死了，那个时候她只能够自己冲出来。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的勇气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种仇恨的勇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感恩，没有为已经有的东西是感恩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欲望是永远停，没办法停止的。然后呢，保罗继续说，不单单在感恩中等候，我们对基督的期待也是在什么？在基督里的等候。又因你们在他里面，看到没有，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句实话，我真的还蛮感恩的。我也真是常常感觉到我是很不配，真的。我常常想到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说我何德何能啊，我也常常就觉得真是我何德何能啊。如果你能够常常想到你何德何能，但是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但是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却能够承受那丰盛的恩典，不要为你没有的东西而感慨，为你已经有的东西感谢。当你如果常常思考的是你没有的东西，我有点担心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当你如果常常在基督耶稣里的话，基督给你看到的是你丰盛有余啊，你丰盛有余的。第三个，在信心中等候，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所以我说，常常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上帝信实的什么回应。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实，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你对他这个 faithfulness of God 有回应，这就是你的信心，就是人的信心。所以信心跟人的信心跟上帝的信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强调人的信心，却忘记了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才是根本啊，因为神的信实，你看到，你首先看到神的信实在你生命中的经历，对他的回应就是你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又说我们原是被他抓的，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等候基督的显现，等候基督的日子。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啊？你真的讲对了，我就等你说容易我就可以骂你结果被你讲对了，不容易啊。
我们的日子难道不是含辛茹苦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日子里面不是常常有眼泪吗？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是很容易的，但是等到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是非常的艰难。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在找教会就聚会场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不是单单北京没有办法聚会，很多在西方在温哥华的弟兄姊妹也不容易聚会。其实这个曾经是上帝很祝福的，当然现在我相信还是很祝福的，但是真是很艰难，现在也是。加拿大的圣公会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宗派，大概知道啊。他们你知道，圣公会离开了本土，英国本土之后，很多地方都不叫圣公会，那加拿大还叫圣公会啊，在美国叫 Episcopal Church 啊，但是到了加拿大还叫 Anglican Church in Canada 和 Off Canada 啊。但是这个教会呢，在2002年还是零几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分裂，很大很大的分裂，特别是在那个 BC 省啊，那个教区啊，他们叫 New Westminster 这个教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在那个分裂当中，75个牧区离开，为什么呢？为了一个议题，就是同性恋的议题。就当时就是说。因为教会的权力被政客控制了，教会的权力在一批政客的手上，他们要逼迫教会接纳为同性恋祝福证婚。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大家还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J.I. Pack 巴克，他写过一本书，在中国世界中文世界很有名，叫《认识神》Knowing God。他讲到写的很有的，他 Knowing God， 我们认识上帝是因为上帝首先认识我们，写的非常有影响力。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本书的就是全世界发了大概500万册啊。Jerry Park 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当那个教区逼着这些牧师们要接受，我当时这个记得很清楚，我就2002年，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的时候，我记得在芬兰，在瑞典，我就发生了。当时这个瑞典教区就逼着，你知道，逼着这教会的牧师们去接受这个要同性恋这个可以结婚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一天里面20000个牧师起来反对，但是他牧师们还是，极大多数牧师还是很现实的，最后还是被迫就范。在加拿大没有，加拿大圣公会没有，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当年 Jerry Pack 这圣公会的精神领袖。他起来反对之后，后来是75个牧区的教会离开，但是离开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吗？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吗？今天跟随耶稣我们已经太容易了，我们不要付代价。我告诉你，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基督的教会啊？因为什么？他们很快发现，原来他们起来反对的人，他们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他变成一夜之间，他们就失去了教会的 building 了，就没有地方聚会了。因为我跟你讲，教会的权力已经控制在政客的手上的时候，他们就逼迫教会啊。所以那一天开始，相信圣经的，我就记得那个 Jerry Back 讲了一段话，我把它找出来。我看我放在哪里啊？他说他在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决议就是那个同性恋那个决议，按其背景是篡改了基督的福音，背弃了圣经的权柄，危害对人类的救赎，并且背叛了上帝委任的教会。作为捍卫上帝神圣真理的坚固堡垒的角色，他说：“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带了这个135000的这个圣公会的会众要离开这个圣公会的？因为教会本身已经背弃了上帝的呼召，在最最最根本的，我们到现在我们都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宣扬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我没有啊。我跟你说，我跟同性恋个人关系都是可以很好的，没问题的。那我你不要不相信，我告诉你，我还跟同性恋同桌吃饭很多次，还试图跟他们哈利路亚一番，要跟他们传福音。我跟他们关系个人没问题的，当然是信仰是信仰 ，OK， 信仰是要个人交往是另外一个 matter。你还是要跟 那些跟你不同的信仰的人来往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希望耶稣基督福音可以影响他们的嘛。但是涉及到宗教信仰的本质的东西，巴克想得很清楚。Jack 刚刚过世，去年还是今年，刚刚93岁，刚刚被主 接走的。他勇敢地站起来说，但是那天开始圣公会，我天哪，他们每一幢楼都几千万加币的。乘以5.2，你想想看，5.22，我刚刚来，我叫做五点乘以5.22，什么代什么1000万加币就是5220万，但是不开玩笑的。那天，然后呢，他们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弟兄姐妹还要重新再去奉献金钱，再要去买糖，所以就连圣将在温哥华圣将 back 的老大本营，他们离开之后，他们都没有地方聚会。他们被迫只能够去安息日会，因为安息日会是礼拜六敬拜的。所以亲爱的温哥华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把你眼睛睁大，我们也可以跟安息日会聊一聊，看看他们礼拜六不用，他们礼拜六用完之后礼拜天可不可以给我们用，我们没有地方聚会啊，对不对啊？他们只可以到安息日会去聚会，有的是只能够 到社区里面去借一个小小的地方去崇拜。但是他们的弟兄姊妹爱主，他们重新奉献，他们再继续什么去买糖，再重新要敬拜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你等候基督的显现，你等候基督的日子里面是有征战的，因为什么？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起了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说，他说 我常常想念你们，为你们感谢上帝，什么就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啊，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今天我们有没有劳苦？我们有劳苦，但是我们没有爱心，对不对？我们爱心不足。我们有没有做工啊？功夫啊？我们有功夫啊，但是我们的功夫不是因着信心而来的。我们有没有忍耐啊？我有忍耐啊，我有忍耐那个老刘的臭脾气啊，譬如说了啊，对不对啊？或者是 Kevin 的臭脚啊，我有忍耐他了。但是我的忍耐不是从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这里提醒教会，神透过他的仆人要跟你讲，因信心所受的功夫，所做的功夫，你的功夫要有因信心而做的，你的爱心是要什么？是因着爱心所做的劳苦，你的劳苦是因爱心而来的，你的忍耐是因着盼望我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显现的日子，你等候他忍耐，才有的这个忍耐。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当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看这个蜡烛，我们接下来每个礼拜天都要点燃一支蜡烛的时候，基督要来了，基督将来了，基督要降在我们当中。但是首先让基督降在我们心里面，让基督在我的心里面做主做王，他在我的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他在我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是任何这个世界的君王不能替代的，无论他是谁，是任何这个世界的权力所不能够占据的。无论那是什么权力，无论是多少的犹太的财团，他是不能够占据的。他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所以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就是说，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起等候他的再来。 Amen Amen。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大家站立。Maranatha， 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直到地极所有民族敬拜称颂赞美主生命。Maranatha，万国万邦全都归向你，欢喜歌唱跳舞来敬拜。我们来预备，我们预备主的道路，迎接你再来，背起主的十字架，十字架传遍各地方，主的荣耀天上荣光遮盖全地时，我们在地极迎接主的降临。马拉纳特，马拉纳特，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马拉纳特，天上荣光遮盖全地时，我们在地极迎接主的真理。Maranatha， 阿门，主耶稣啊，我愿
们奉献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想要提醒扫码奉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您的带导和关心，但是请不要在奉献上面附注任何的留言。那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跟想法，可以发邮件到 IMS。 接下来我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12-14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主伟大的作为，我们感谢神。现在让我们以奉献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已经让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也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然而我们今天还紧紧地抓着今生不放吗？在人子快来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在思念地上的事吗？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所赐永生的福乐，我们愿意用奉献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让我们的感谢是真真切切的蒙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永远居首，天上歌。
的经文，你是我温柔，一起来好吗？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了，我已大声张，我心中的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一项，万有的主宰成为我一项。今天的主日即将结束，在这里再一次的欢迎第一次以及现在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愿神祝福你们。接下来请你们大家坐下。下一个主日12月10日，我们的李杰仁牧师将继续为我们证道。那接下来艾瑞斯也将举行一系列的神学讲课以及圣诞节目活动，请让我们一起看视频加时报告。大约在2000年前，在极度不安定的巴勒斯坦地，犹太人等来了和平之子的降生。今天，也让我们在极端不确定时代下，迎接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IMS 圣诞节特别节目《不平安的平安夜》，将在12月23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 IMS 官网上播出。弟兄姐妹们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请大家邀请亲戚朋友、弟兄姐妹们一起上线，借着异地同时的读经、唱诗、默想和听到，纪念主耶稣的生日和他所赐的平安。12月4日周一晚上19:30至21:30 ，IMS 将举办神学特讲《分辨异端》，讲员爱群传道。此次讲座将在 Zoom 会议里进行，请大家关注会议号。IMS 灵修神学讲座，灵命观真伪辨。本次讲座会介绍各种流行却错误的灵性观，并解释圣经有关灵性和灵命操练的教导。戴永副教授，创新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及教务主任，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神学、哲学与护教学。时间2023年12月9日周六上午9:30至11:30，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请注意，本次活动讲座将在 Zoom 线上举行，请关注会议号。更多详情请见海报信息。弟兄姊妹们， IMS 祷告会招募同工，如果您对教会、国家有祷告的负担，已经信主2年，愿意带领小组祷告和公开祷告，请联系我们，发邮件到 imspm@imscn.org。 更多详情请见海报。弟兄姐妹，邀请大家参加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的线下查经祷告会。祷告会前面30分钟将由牧者带领查经或主题分享，接下来将以敬拜、认罪、感恩、代求和祈求的方式带领弟兄姐妹祷告。IMS 查经祷告会盼望让出席的弟兄姐妹更加注意，也更加认识神的国度、世界、 IMS 教会和各事工的需要。最后也会以分组的形式让弟兄姐妹能彼此代祷、彼此守望。如果大家有特别代祷的事项，也可以发到代祷邮箱 imspm@imscn.org。 代祷同工除了会为您代祷，也会在祷告会中提出事项和教会一起守望。查经祷告会也会在 Zoom 平台上同步播出，请大家按链接上网参加。让我们都能成为教会复兴的推动者，以祷告托住 IMS
往前行。牛津奖学金现提供两份2024年至2025年度博士研究生奖学金，一份是新约研究，一份是系统神学或任意基督教圣经和神学研究领域。更多详情请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查看。接下来请李杰仁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那个我再增加几个报告啊。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神学讲座，是灵命真伪辩啊。那戴永富博士会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在线上给我们做这个讲座啊。我非常喜欢他啊，我们彼此在就是听说对方很多年，但是这次在洛杉矶我们是第一次碰到啊，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就是说。一位神学教授，但是他也是非常接地气，因为他跟那个教会的连接很深，他对教会有很深的负担哦。那我相信你们如果听过能够听他的讲座，都会受益匪浅，这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请大家务必参加这个讲座。那我跟他也成了一个，这个年纪要有好朋友不太容易啊，那突然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我们也希望他将来他也愿意也加入我们啊，成为我们的一员啊，所以感谢上帝啊。那然后还有一个报告突然忘记想到好朋友了就忘记了，不好意思。那想起来了，对，就是请大家为温哥华祷告啊。那特别是为我们寻找场地祷告啊。那我们现在的场地已经满了，这个因为我上周的话已经100多人了，就是整个场地已经它比较合理的那个场地只能够装大概70人左右，但是我们已经100多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200到300人的场地在温哥华。那请大家为我们这个在温哥华的场地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哈利路亚啊，神很祝福我们。那我们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带领你的仆人建立你的教会，你并且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就求你在这个世代使用你的儿女刚强壮胆传扬福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你们的服侍。